我军已兵临敌军城下，而敌军仍在做困兽之斗。此战若是牵延日久，则难免落个两败俱伤。若延误战机，待敌军援兵一至，则我军前功尽弃，万事皆休。先辈筚路围攻之势，围攻不能太久，太久的话敌人援兵就来。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了恐龙啊，昨天前天用恐龙的时候围攻太久，敌人黄少援兵已经到后面了，被夹击。哇哩嘞 ，Hello。Hello， 世代猛将传，那个一样是那个吗？聊天室啊，这边都比较久一点 ，YouTube 都比较慢啊。他一样不用，就是进去就直接联动吗？感谢儿。OK， 有有有，我这边看到了 ，YouTube 那边已经出来聊天室，我继续赵云，打来打去，我总算打下这座了，这边而损失惨重啊，士兵都已经死了差不多了，打了那个太史池，打完之后然后又出来那个徐晃。大汉子民哎、欸，啊，右比平，右比平正，哦，太棒了，都可以用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地发展私人作坊，它有超多种各自的那个、欸，很大、啊，不过基本上 Google Drive 没问题啊，又不是像 Mega 都有线给你5G 啊 ，Google Drive。而且它直接让你用最大网速下载，不愧是 Google 还真的不错啦。虽然有偶尔会偶尔会出些问题。小型城、中型城，别粮食配给已经让我一直在下降，我要提升一下农业。我这边要用一下农业啊。粮食生产，哎呦，糟糕！我发现我这边好像没有粮食生产哎、欸。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你总算有了，先生它，那不然大家全部城里面要全部饿死了，会完蛋呢、啊，会完蛋呢、啊。我现在就负一啊。我现在是负一啊，然后粮食的大宗只是一般百姓。当你变比较少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大家民众都跑掉了，一定跑给你看。OK， 四代猛将都还没测试。然后我那个太空战士那还有那个石什么的，那个小兵，然后用进去，可是发现说，我 PSP。我还没有去调整那个手把，不过游戏是可以游戏可以运作没问题。然后那个潘他要积战力，可能要等我之后帮给他吧。鱿鱼，我还鱿鱼嘞，鱿鱼，存粮现在剩11啊，每回合减1。倒是我能不能用买那个粮食啊？我可以买粮食吗？幽州，右北平。
OK， 我先存档一下，希望它有那个快速存档、快速存档那个快捷键。要不然每次我都要再这样，像那个大航海时代啊，大航海时代它存档还蛮快的啊，就一直按那个空白键，待久谷 OK 的，我有扛。看了一下，可是因为你们不是说，如果我的小金主他有游戏本体，可是我只买 DLC， 不是没办法凑在一起，不是甚是明星，而是说我那个存粮每个月减一，然后我这边存粮还有11啊，所以还有11个月可以耗，还有11个月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还有11个月啊，不要担心。四个月之后就可以涨回来了，4个月就可以涨回来。可惜啊，因为我们想说，我现在这边有 Steam 有250嘛，有250的情况下，我就想说等下个月或下下个月买一个南蛮 DLC 或者吕布 DLC， 结果竟然不行。有那个吗？快速存档快捷键。现在模拟器 F1 F3 F1 那个存档 F3 读档。你的人口众多，当务之急是收获粮食，可以拓展领地。看了我们的军师都在说了，快收购粮食，快扩展粮食啊，再不然大家要饿死了。哎呦，他升两等欸，没有，他升一等而已。你没事，为什么满意度下降啊？老百姓跑掉，没粮食就跑啦。买小魔女莫贝塔，小魔女莫贝塔那个高难度呢？看一下之后，我先看下个月秋特啦，他好像有秋特还是冬特吗？秋特到时候再看看，或万圣节、圣诞节、万圣节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大特价，小魔女莫贝塔应该也有。说不定我们小金主那时候有会买 DLC 啊。那我现在是权威跟专精，我觉得给他上升权威好了，这样他满意度会上升。不是啊，没有啊，满意度还是加5啊。啊，结果 right， 他不是自己加那个，他不是自己加权，加满意度，烦死了！你要跑就给我跑。有意争取更高宫廷职位，说真的，现在是农业经济监督，你也不行啊。真的要用尚书令吗？我选公孙瓒，果然公孙瓒都被说大众武将，我选公孙瓒啊。原本我昨前天是选恐龙，可是恐龙有点难度，所以就算了。加个性，聪慧，真挚诚恳。哎呦，好像美败哦。可是看起来就是我感觉他是小武将，我不会用到哎。尤其他现在满意度下降跟什么一样，而且说真的，我用他啦，那其他人满意度一定下降啊。像这岩缸啊，岩缸啊就怀才不遇，怀你的大头啊，怀才不遇。音响加150，我赵云那些都还没有去用，然后你给我怀才不遇。公孙瓒还可以啊，应该是先秋特，然后在那个万圣节或圣诞节。夜监督葛玄，他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可以，可是他是驻军啊，算了，反正就随便用吧，随便用，希望我不要用错。白马将军啊，可是他后面被袁绍干掉了，赵云跑了。赵云跑去刘备那边，啊，我看他的能力好像还算不错啦。
召回管理工，解职，放逐。啊，战斗其实还算不错。而且说真的，他这个上面有写啊，他这上书令会跟你一起去自立言庭议，这样感觉就变军师啊。我现在我对啊，公孙瓒大概1917还198就灭了吧。200年那时候袁绍就崛起啊，我玩三国志200年袁绍已经有整个北海啦，北部都是他啊。然后下面就曹操延续到长安洛阳，然后右边到陶潜那边。哦，我这边随便乱用没问题嘛，因为我担心我随便乱用后面会影响到很深，反正到时候再把它解雇就好了，到时候再把它解雇。怀才不遇，当你这家伙。同业督察，因为我看严刚他能力还不错。三回合满员，四回合满员。加公孙瓒很厉害的呢，张绣还有一些都算是蛮，其实算蛮大武将，但是在《三国演义》都被用下来，《三国演义》算是糊弄了许多后代的人啊。袁绍可有名，世世三公，是啊，可是被曹操并吞的。跟曹操那些人比起来，他们更有名吧。刘关张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刘关张，七大罪孟夜姬，怎么回事？这次孟夜姬很难吗？很可怕是吗？看一下。可用的行政官员名额，变成贸易影响力，人口成长。别人，我现在大家都快粮食都不够了，还人口成长，再下去大家人口成长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跑掉了？私人军。我决定我全用军事好了，我要调时差哦。好 ，OK， 应该快开学了嘛，31号礼拜一啊，刚好开学。好，辛苦了，晚安，拜拜。粮食不足时，百姓就要靠当地的库存来过活。一旦粮食开始减少，百姓便开始不安，最终可能导致叛乱。不能只有少部分人挨饿，要全部一起饿，别不能变身，不能合体。哇哩嘞，好可好惨哦！曹操不怕发，照样灭袁绍。其实曹操前面蛮怕的，后面主要是袁绍他因为能臣太多，然后再来他自己不太会去那个用人。就是说啦，比较自傲，跟曹操相比，曹操也是自傲，可是他会那个能屈能伸啊，而且他很会用人。袁绍他自傲导致不太会用人，其他用人还算不错啦，跟其他很多武将比起来，但跟曹操也是输一截，主要是前面武将都太多太多很厉害。曹操其实靠关羽嘛，靠关羽打前锋，然后后来又烧了他粮草。不然曹操真的要灭掉了。游戏要玩不玩？古墓奇兵 online 啊？等一下，古墓奇兵出 online 哎、欸，什么？古墓奇兵出 online？ 我才玩完第二代，我第三代体验版都还没碰呢。好啦，现在我们现在没有粮食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变曹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我们算是第二大都市了，
仅次于董卓，我们算第二大都市，比袁绍多一点。我们跟董卓在互相打吗？现在换我们缺粮，那、啊、缺粮之后是不是我们要赢了、啊？我有网榜可以查，别的我一点都不想查。那些 online 很多都是除了像钢弹 online 啦，目前为止 IP online 的大概就是钢弹 online， 我觉得说还算满意。其他 online 就没有那么 OK 了，就没有那么 OK。首先呢，开诚布公，我觉得要真挚诚恳啊。公孙胥毕竟也是我们公孙家的嘛，而田凯刚上任就给我投那个什么足智多谋，要骗大家，骗你个头啊！你给我下去哦。我们身为将领啊，一定要以身作则，对于部下跟市民一定要诚恳，不然后面民众跑光光，国家都没了。诚实是绝对必要的，如果我们不对自己跟他人真诚，那我们就活该陷入乱世之中。袁绍很多能干武将文官，但是就是太多了，听取意见太多。你又不是像曹操一样，曹操可以压得住其他人，袁绍压不太住啊。基本上很多什么不服他的就直接去鞭打还是惩罚，而曹操是可以用那种口才比袁绍厉害。先不要乱打。对，要跟昨天太子时一样搞很久了。严凯他满意度总算到了，哇，这有够糟糕的耶。他原本扣17是扣那个扣24是扣说他想要争取更高的官位，然后我给他用了，他官位不扣了，结果没有加，搞什么啊？那我给你干嘛？我直接把你废掉好了、啊。我真想，我现在超后悔。手足相度，度你个大头啊！手足相度，我才刚跟你那个亲密度友好，你给我度度你个头嘞！度，言刚怀才不遇。好了，我组一下一个军队。怀才不遇，你们两个怎么都怀才不遇啊？啊，和平不好吗？你们真的喜欢到处打仗啊？你，我等一下就派你们两个直接冲进去，两个就不要给我回来了。不过他的满意度竟然比他还高，他满意度竟然比他还高哎、欸。但很多能力很好的武将不见得是好事，你很难去调度。古剑奇谭 online。你真的那么喜欢那么多 online 啊？你看，还是我们老婆最棒了。文墨雄厚啊，完全都不扣的。之前我就算不选他哦，就是那个选项不选他，他也不会满意度扣哎、欸，觉得还不错啊。该不会那个田凯就是因为我没有选他，他原本有加满意度，然后扣回来了？我觉得有可能。赵云要争取更高的宫廷位置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有玩那个三国的，有知道说如果我让赵云，他现在在我军队，啊，我让他去当那个宫廷位置啊，那他会不会从军队跳下来啊？而且他只能当工业军都，你个毛啊你！公孙胥老婆领便，东征老婆领便当。我后来发现啊，不是我老婆领便当，是那时候选择选项。然后他说为了就是赵云那边嘛，把公孙传就是把他老婆那边斩一个。可是因为是老婆，所以不斩，斩旁边的那个斩旁边的人，所以旁边的小兵遭殃被斩掉了。公孙传老婆倒是活得好好的。免前妻子有局势啊，古剑奇谭来。我看其实蛮多人玩的啦，《剑侠奇缘三》可能也蛮久的啦。就不然的话，就是最近有那什么《星空幻想》啊，《黑色沙漠》太浓了，《黑色沙漠》太浓就不要。我先存档一下，我先看给他当官。当官之后呢，如果他被从军队撤下来，啊，算了，撤就撤了。我公孙瓒打的竟然比他赵云还强，我公孙瓒武力比他高。找一个赵云也没差，
粮饷没变呢。好，去吧。确定。等一下，我的官位上升喽。的官位好像上升了，还没有。下个级别再获得28声望，占领、扩展城镇都可以提升。好吧，他没有变。话说你到底要什么时候跟我友好啊？那葛玄呢？我看你能力不错，加进来，只有你一开始跟我就关系非常差，为什么？难怪有时候我叫他去跟那个公孙瓒一起打敌人，他竟然待在原地，他想要看公孙瓒被打死。新马英不错啊，新马英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之前他跟公孙瓒、赵云一起上哦，赵云跟公孙瓒会一起打敌人，可是那个葛玄就直接待在原地，他不跟前面，我还要再特地发第二次命令他才会那个。粮饷现在还有1100的余裕，没多的空间了。岩缸补一下吧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关息。静，关静。心中有诈，还在怀才不遇，在怀才不遇，我把你们两个派去死。左皮助人，高柔，沈佩，沮授沈佩。公孙瓒竟然比赵云还强，对，我也很纳闷，怎么会这样？沮授跟沈佩。我什么时候多这么多人呢、啊？韩馥，以为他是韩馥的人，以为可以直接拉过来哦。武将可以学武功，金庸混历史游戏。之前那个张宏嘉还是哪一个？他不是说玩那个《三国志英杰传》，还有那个金庸人物啊？怀才不够啊，怀才不遇啊，我真的拉不遇哦。我让他不遇哦。这1900，可是他只要2400，而且能力还算不错哎。他是谁的人？他刘瑜的人，挖过来，多挖一点。力求上进，多挖一点就对了。哇，你们两个，等一下我就让他们先前进厮杀。再怀才不遇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。再怀才不遇，就让他们去领便当了。应该说，这时候赵云才初出茅庐啊，177，啊，没钱，没钱。认了吧，你只配给我当下属。对，你谁当你下属啊？谁当你？你当我下属才对啊！你虽然比我高一点点，但是说真的，你要过来打，我还挡得住。说不定我还可以并吞你，我跟袁绍一起打你。谈判，谈判，议和。他说要议和，首先我要成为那个臣属关系，成你的大头，还要给他2000块，然后10回合每次给他280，去你的！然后再给他随从，给他随从物品，给他随从物品，他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怎样有那个脸说这句话、啊？跟董卓议和，请求付款。不遇妹不遇啊，金庸群侠传啊都不遇啊。我来看一下能给多少，他给到无上限，8000多块。拒绝。贪得无厌。忍耐一次都不行，感召室去排队挺练当。小毛头9060。不是，他是要我成为他的从属。他要我成为他的从属。
哇，公孙瓒，你是种马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每一两个月就生一个啊？那个宋金庭也多强哎，一两个月生一个，早产而已，好像也才六七个月以上才会生啊。哎，你两个月生一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它是那个吗？它是昆虫吗？还是什么？好像哺乳类至少要四五个月以上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一两个月就可以再生第二个？而且这已经生第四个喽，这就生第四个，都那母亲啊，都那个宋金庭，就只有一个，都他生的，公孙杨善，我还公孙绿萼呢，有没有公孙绿萼啊？好会生他一个月寿命，你们这公孙瓒也多强哎、欸！才刚怀孕，他也不放过他老婆，直接冲回去，然后直接洞房，能不能让他老婆休息一下？一两个月生一个，体力一定不支吧，能量都花光了，到时候他老婆真的直接趴了，还要再找一个。公孙瓒，你就有个老婆，你确定吗？你确定要让这样摧残你的老婆吗？必须付出努力和投资，改善外交信誉，定你的头。我公孙瓒这么强，比赵云还强，用武力征服统一天下。啊，看一下任务啊，登一回合。田凯，他这个还是怀才不遇，有下降。他原本是扣20，然后现在变扣18，还算可以了。看一下哦，三回合，不能再加。再加两位扣，两个生一只哪一招？是啊，我也很纳闷的，我也觉得很奇妙。公孙度啊，他这边好像还好，中立关系，所以可以。那我公孙瓒就直接回来了。向前进军，快闪开！嗯。黄少，找找黄少。现在黄少完全没问题啊！现在黄少跟我单挑，他都还要哭嘞。因为我前面有，好像昨天嘛，好像是徐晃还是太史慈，公孙瓒单挑竟然还挑赢哎，徐晃跟太史慈哎，我玩三国志太史慈武力96哎，然后加那个鞭子啊，可以到101，孙坚也是啊，拿古锭到101。然后徐晃好像也是91左右，还蛮高的。这雨哦，下雨会这样。韩馥，你要跟我议和？他非常贫穷，非常贫穷。为什么要说两次？他很贫穷，他非常贫穷。为什么要重复说呢？好了，接受了啊。人家都已经拿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谓见钱眼开，不是，所谓人家都拿出诚意出来了，我们好歹接受一下。如此一来，反正我现在的敌人刘吕、袁绍跟董卓，打赢这三个应该就没问题。孙坚反正死掉了，孙坚死了。下雨一定会不稳。中华电信，因为毕竟有些线路是在外面，尤其那个电箱。那个箱子，你去看那个有些那个网络哦，它附近会有那个什么类似一个大箱子，它没有那个闭合哦，它下雨是雨可以淋进去的。因为以前我有一次不 OK， 然后那个这边是新拉的线，然后我一起就跟那个中华电信的人员去电箱那边，发现一打开都湿湿的。最好不用睡了，可以中断啊，是用游戏下载器下载的吧？我记得那个线上游戏都有自己的下载器，可以中断。像我黑鲨就是了。公孙瓒的后代在很后面成立第四国，成立第四国一年被司马懿所灭。你说公孙公吗？好像有公孙公哦。公孙瓒升等，莫名其妙升等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升等呢？看公孙瓒他本能139，
那根本就吕布啊，公孙瓒吕布吧？到底谁才吕布啊？再用下去，我觉得决心再给他加生命值啊！他已经跟吕布一样了。看一下哦，本能专精专精，技能最后突击，最后突击被动增强效果，速生命值低于50%的时候，速度冲锋速度近战冲锋。看一下哦，权威。好，我决定加权威，视野加50。反正这等级迟早会满，像我那个寒冰啊，寒冰好像每一场那个英雄等级最高10等，希望这个不要这样。仇恨对象刘宇，装备，看一下，路，智谋。他智谋超低的，他根本就他蠢蛋，蠢蛋一个，知道吗？应该是公孙公啦，本能，权威智谋，本能不加一下智谋好了，不然他太笨了。看一下，而这个本能加，而且使用书卷，本能越来越高了。视频，决心本能，满意度加6，决心，他攻击力高，可是防御超低的，本能147嘞，哦，催心术，我是知道有催心掌，我不知道有催心术，本能加24，可使用惊吓，专精减15，坐骑。为什么我恐龙这么多宝物？哦，右北平，有了，粮食恢复了，粮食恢复了，粮食总算恢复了。我的天啊，粮食生产量配给减6，我现在减2都已经没办法了。再用下去，我真的会大家会饿死啊。粮食产量再提升上去吧。嗯，应该 Google 一下，应该都有。众将一一报来。每回合都要储存，真的，他真的没有那个吗？快捷键，快速储存啊！空白键不行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Ctrl 键加 S 快速储存，我刚才看到。Ctrl 键加 S，我试试看。Ctrl S，Yes，完美。美丽，你最美丽。马超出操操场，喂马超吃马草，不要绕口令啊！极限了。向势力宣战。喂喂，公孙度已向我宣战。我靠，能？刚刚他都没向我宣战，然后我公孙瓒移到下面，他直接往对我宣战。宣战个头啊！若我军还能再战，定当打个鱼死网破。不要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打你。胆敢轻视我等，定要记下。虎父无犬子，马超魏延赵云黄忠。哎 黄忠有儿子吗？黄忠啊。不知道军队几个，想错也是。走，我们拿下幽州。刘瑜，他本阵就在这里。有谁可以念啊？马超出操操场，为马超吃草啊草。我最后2个字用错了。马超出操操场。马超出操操场，为马超吃马草。马妈妈操操心，草草马妹，别这样，整人呐、啊！我这边先守住一下。
出征数日，今日始归。刘丕啊，刘丕，我记得他好像，哇哩嘞，办，我一下子跟三方对敌，我现在怕说我这个小行程被打下来，唐错加也是。拿下幽州，我要赶快回来了。终极三国，懂得自然懂。终极三国太好了，我没看。要断粮吗？我觉得断粮，那个大汉跟大汉会直接从后面来。开始战斗，来吧。我等大计若成，必将福。大计若成，大智若愚。如此说来，你倒是斗志满满，来吧。欸，他们有互相对话。欸，公孙瓒，吾有，吾等当凯歌而还。我说赵云啊，你还叫人家吾有？人家公孙瓒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跑去找刘备。公孙瓒没有你，被灭掉了。你是罪魁祸首。欸，赵云。啊，我们的。结果我们那个葛玄真的跟公孙瓒合不来，葛玄他直接连出声都不出。瓒于可不熟，不熟啊，不熟什么？木桩、燃油、哈？按左键选择。燃油，燃油，任性，记得他不是，他有另外，不是给他学到一个阵型，不用担心，硬冲就对了。啊，没有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之前在打，我后来发现我那骑马工兵射程很远，在远边这边就可以直接射了，懒得打了，手指错乱，你手指错乱了吧？等一下，跑步，速速前进。全体进行，攻击敌军！哦，敌这个弓箭塔射程跟我一样远呢。这个塔弓射程竟然比我还远。好，加防御。嘴巴唱出来却不会。攻骑兵，公孙瓒的。哦，一直被射，一直被射。快集合兵力，将军有难，急需救援。跑起来！敌人全部后退啦！加快速度！为什么你要特立独行？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特立独行？你认为这样你很帅吗？哦，我才刚还没到前面就死一大票，地上都五具的尸体，地上都五具的尸体。会跑。欸，你太弱了，打起精神，挺住，骑兵就绪，坚守阵地，挺住。哦，这边拿了，不要留情，加快速度，马军听令，加速前进，加快脚步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
你去哪？你给我回来占领啊！快跑！速速前进！准备就绪！快跑！啊！果然，我好像玩很多游戏都很喜欢用防御型的。第四国为燕国，开军君主为公孙度，跟公孙瓒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实际上就很多都这样吧，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然后硬是跟你说套关系啊，然后再说我是为了大义。那这张还真的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。哦，我的天啊，被拉回来了。补救全民，全民枪战吗？不要啦，全民枪战不是说不太 OK。我的投降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投你个头啊！给我回来啊！你等，亏你等级二哎。占领了。喂，你去那边干什么？去那边被射的。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准备好冲锋了吗？这个好像拿不了。地上都队友尸体也太惨，猛刺刘玄德，哦不是啊，刘玄德他一开始是真的还算 OK 啦，可是后来他其实就偏了，因为毕竟人总是会变的嘛，很多啦，全民当神仙。嗯，是啊，胜利，一开始他是真的是因为看不惯啊，他看不惯那个世道太乱啊，然后起兵啊，然后后来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毕竟势力大了，然后就突然就学想要统一天下。因为你就看说你现在这么多资源，你完全几乎快可以一手遮天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大胆起来。大胆起来之后，就忘记说自己当初的目的了。所以其实我都觉得说，最好是日子过着一天的时候，你要记起一开始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活过来的，这样才不会忘记说你之前的问题。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被迫移民，您的将领回报，为了壮大我方势力，最近新攻下的领土一定要尽速开发。现今也有许多百姓热心寻找前往新疆土居住的机会，他建议我派出军队之动员民众。我觉得可以啦，补员速度减 15% 好像还好。我们一定要做仁慈。一个是有四川开始，岳不群一开始就有点偏了吧？是知道有那个辟邪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一开始不就是把那个剑宗器宗啊，他器宗的，然后他不是也是仇视剑宗？不过说真的，金庸《笑傲》我没有全看，我基本上都看电影。好，在这边补元喽。真乃浅薄之见。好，存档存档。这怎么糟了糟了糟了。我军所向披靡。他要来了他要来了。我觉得他会过来。
我刚按快速存档，然后结果没发现到这个，可恶！幽州，幽州个公共秩序，升个大行政，升个头啊！打起精神来！现在我这边都要挂蛋了。为什么要看葵花呢？大家一起练功夫不好吗？私人军队，我有没有那个加速的、啊？加速，重新部署成本，可用军队数加一，看有没有那个可以加速的啊？看来没有了，看来要丢了，我的城池要丢了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回去！停住！停着！停住！停住！看我公孙传！喂！哇！他直接本体直接来耶！他直接本体来到这边的，我公孙传血才一半！啊！惨兮兮！诸位，且让也是时间太久了。胜利是啊，主要是路数啊。从荆州那边路数开始之后就越来越大，一下子太大就很容易被碰轰。奸贼死到临头。我觉得我这边也是势力太快了，剩余不熟品。燃油啊，燃油。点左键，然后再点右键部署。我先后退好了。防御阵势，防御践踏，可以吗？这边可以用吗？还真的可以用耶，巨马，好，开始吧。刘玄德，刘瑜啊，刘瑜打过来，不是鱿鱼哦，是刘瑜哦。那都恨你。后面山儿有说，岳灵山，我只知道岳灵山竟然让那个令狐冲戴绿帽，我玩那个金庸五啊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我们可怜的令狐冲大哥就这样戴绿帽了。我方援兵抵达。等一下，竟然有援兵哎，有援兵哎，竟然有援兵哎！好，交给你们了，你们先去耗一下敌人。我相信你们。看来我们那个做人池的人啊，总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看一下，好，复线箭矢发射，我这边有巨木钟哦，还有燃油，我要拉他过来。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这四个部队能耗多少是耗多少，任公司任你赢，被你抢了。他还真勇敢呢，他怎么会认为说他一个部队可以打赢我这个有带领量的？
没抢，看好，别这么狠啊，别这么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打铃钉。拜托，耗掉一下，耗掉一下。哦，赞赞赞赞赞。去单挑，去单挑。无意单挑，人无法轻易单挑，救都不行。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做好准备，挺住。哼。准备好了。哦，他放了，他自动放了。好准备，准备出去。先 K 大将，先 K 大将，大将总是最麻烦。拜托，三个武将哎、欸！这边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了，这边撑不住了，这边撑不住，撑住我，撑住，再多撑一下，至少让我把这边干掉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打过来，打过来！龙神传，你去打他，你去打他，又打他。上啊！加油加油！敌军仓皇逃窜，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时候。也是，先打弓箭手，先打弓箭手，快点！其他人要被射死了。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单挑，无意单挑，怎么样可以让敌人单挑呢？欸、太棒了！这边的我们友好的军队，那个是我们很仁慈，然后百姓起来帮助我们的军队，然后我竟然利用他们，我发觉我好坏哦。他们组织了将近100个部队啊，100人部队过来帮忙，结果我就这样把他们当做那个当做棋子替代品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哦、啊，那两个无意再战，不用了。喂，我怎么一直？是远道而来。我这被射吗？不过一死。哈哈哈！你当真这么想？如果能单挑就好了。嘿，你太弱了，做好准备，顽强不屈，动作快点，杀，挺住，冲啊，准备开战，冲啊，好，可以。这边义勇骑兵，我来射一下好了。而且这个他在赶过来，他在赶回来，我必须要在这一队猛骑兵回来之前干掉敌人。一个去追就好了，另外两个你们去打这个。骑兵在此，杀呀！因为我发现我公孙瓒好像也快怕了。啊，赢了啦，不用想了，一定赢的。这还输？谁来告诉我这个要怎么输？这绝对输不了啊！我就算直接摆着让他这样自己动，他也绝对输不了，就会被别人当棋子。别这样。啊，没有弓箭的，
难怪那个。公孙瓒也太猛了吧！他一次打三个武将，他一次打三个武将。我说公孙瓒是不是也太猛啊？果然不要去看那个系统上面说的，系统上面说我这一场战争是几乎四那个势均力敌，然后结果竟然可以把他们压到底。然后相反说，我那个完全可以，就是我战力雄厚啊！你杀了多少人？我竟然打输！记住你面对的是何人吧！哦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啊，感谢收看。敌军士兵正在。晚安，拜拜，明天再见了。也是公孙瓒无双，我觉得说公孙瓒再打下去真的会变无双。啊，这一场成功，可是我下面那个大汉不是大汉啊，大汉军啊，我会希望他不要动，痛了我就完蛋。公孙瓒你没事吧？他真的撑住了。我才损失一二七耶！哦，获得水宠。最重要的是士兵，什么军事物资补给，在自己势力完全没问题。士兵最重要。他跑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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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Yes yes， 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打起精神来。哦，来得及，太好了。哦，感谢，撑住了。他这个来还来不了，看他要打哪个、啊，他的往右还往左都不行啊。哇，我一次，那这样公孙渡这边完蛋啊！公孙渡这边我还要用一个军队来撑住，要不然你叫我严刚一个打两个，这真的不太行。牛批。而且如果我公孙瓒去打他，公孙渡跟那个严刚回去，不然那个刘瑜又跑回来，我现在总算是四面楚歌啦，这才是真正的四面楚歌啊。看一下，但我记得有那个俘虏。打起精神来。不利因素，补员。人物减12%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和药物，众将一一报来。幽州。呀，收入。换大行政好了，拜托、啊，撑住了。我可不要说我升了一个城镇，然后结果是送给别人，那我就真的会很哦。讲错也是，开局在荆州那边才最衰的。为什么？刘表我记得好像还算是困难，可是没有到济南。之前那个镇江才好像才济南哦。住房中，哎。看他会不会来啊？公孙渡跟公孙瓒是同一国的吗？我虽有所晋升，Google一下就知道了。心系苍生。公孙渡，我知道公孙绿二啊。辽东的军阀啦，他好像只是军阀，又名阿豹。
好像没有，好像不是吧？因为他的父亲叫公孙衍，子女叫公孙康跟公孙公。对，这边没有写跟公孙传的，对，好像没有，毕竟姓公孙的很多啦，姓公孙的一大堆。这时候刘备人在哪边？反董卓的时候，刘备好像在靠近徐州啊，没有，秦雄割据才是徐州，荆州是小龙。哇哩嘞！啊，我的天啊！蝗虫虐肆虐，我粮食剩多少啊？不要这样整我好不好？我看一下我的幽州。幽州已经没有存粮了。右北平存粮剩二，一回合扣十呢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已准备好提枪上阵了。我的天哪、啊！粮食市场为什么扣这么多啊？这幽州有这么夸张？立刻拆掉。立刻拆掉，降级。没粮食了，我完全不知道说这个白痴流女啊，她竟然直接在这边放那个粮食市场。哇靠！难怪我完全不行。捡食。欸、他回去了、欸，他回去了、欸，牛批，他回去了。五元，缺粮，缺粮，缺粮，看能不能用外交跟人家拿粮食。会影响和其他派之间的关系。谈判。所以在攻击或羞辱他人时，务必注意。由交易粮食。在外交上被孤立，若要维持关系，就要和平相处。数量一太少了啊！有没有那个不行吗？可以粮食付款。先420，然后竟然才91，得了吧，救不了了。没粮没水，我变大航海时代士。刘备过不久应该会起来，因为毕竟反董卓联盟的时候，刘备是依附在人家之下。一次要对三格，远边还有袁绍啊。不啊，看能不能那个休战呢、啊？公孙度休战呢、啊？来吧，我们谈谈。哇，减28，28你个头啊，28！28！呀卡拜呀，定期付款。近期付款6100多，交易零毒，不要嘞，大不了我一次打三个。所以我要在这边的公孙传，我那个岩缸要派这边。拿起武器，向前进军。啊，在这边。啊，难哦，有点难咯。呀，专精决心，抵挡冲锋，消除攻击方的冲锋加成。就原来他铁位，还是传奇铁位。他的攻击力太低了，觉得需要给他加一下。
易度，他满意度60，啊，没关系，应该可以。这样决心杠100，慈悲为怀，慈悲为怀，我没意见，不要对敌人慈悲就好了。龙族的人就不能通融吗？觉得他完全不行诶。公孙度他看起来好像就好像恨我恨之入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知道我粮食要没了。治下百姓是死是活，你又来，全看你了。建立臣属关系，去你的臣属关系啊！而且他还跟我要求那个大夫跟那个庄严医师拒绝啊。甚善。他几乎每2、3回合就要跟我要一次，说你要不要成为我的部下啊？我看他都快完蛋了，所以才一直拉拢我，对吧？不管哪一版，赵云都很帅。韩遂向董卓宣战，哎，干得好啊！哦，简易啊，粮食现在真的没了。看我白马将军，拯天下万民于水火。啊，资产量，哇，看能不能降级啊？算了，还是不要降好了。粮食产量啊，用外交吧，只能用外交来请求了，不然再下去大家真的会完蛋了。韩馥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我了，们定能达成一致。有交易粮食，3.4。我就给你付款吧。啊，我现在钱多啊，7900欸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再多给你100多块。我方接受。啊，感谢。赫德拉姆。嗯，下一回合才开始啊！下一回合才开始。哎，不是，农业一外，农业六外交一。谨遵命令。有。正在行进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来录一下。不小心耗掉他的行动点数。兵起连年，烽烟不息。《三国志》的像当初《三国志》的赵云也是蛮帅的，很多武将。董卓不管哪一版呢、董卓不管哪一版都是很丑陋。有哪一版的董卓很帅的吗？顶多就《三国志大战》吧，卡牌游戏啊。以前卡牌游戏《三国志大战》，那个好像还可以。右北平，我决定这边也收粮，这边也增加一下粮食。粮容量不行哎，差一个就一个。粮食生产加25%，啊，拜托你了，就是你了。果然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一定要粮食最先要求。至少我在这边，这3个都市，我盐冈都可以到达。你又来，你又来，你补满了又要再过来哦？你被打不怕是不是？你是被打的完全不怕吗？啊，首都，他真的完全不怕就对了。他完全一点都不怕。粮食有啦，粮食有了，总算有啦，总算有了，总算有一了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加商业收入，哦，赞！下次哪个笨蛋给我用什么那个粮食试售，我一定要直接把那个一拳灌过去。他说绝对不要用，笨蛋才用。啊？哦，继续增加粮食生产，加50吧。先搞定粮食，就是对一个军队最重要的事。曹操那时候差点打输袁绍，就是因为粮食不够啊。快点！他在我领地是完全 OK 了。3、8、6、21、27，本回合变化。我粮食控好就真的可以搞定了。我岩缸一定要在这边啊！首先，我的钱养不起第三个军队。愿我的勇气直干云霄。剩下四回合。他不敢来，他不敢来。那刘瑜他完全不敢来。然后下面这个也不见了，下面这个不见了，他原本在这边一直等，然后后来看我岩缸在这边啊，他就回去了。我觉得这个 AI 比三国志 AI 还要厉害，真的，他简单的时候我觉得也一点都不简单。哦，他这 AI 真的都超聪明的。人物啊。空孙旭，手足相度，有啦，手足相度其实一直在减地。严凯，呀，幽州，准备好提枪上阵了。幽州的这粮食生产。收入好，建造时间简易，好用这个。粮食配级二，最好不要生，再整自己。好不容易已经把它用好了，粮食配级又减。对，这款 AI 真的很机灵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是1080还是720？我现在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没调哎，我现在是1080对不对？1080哦。哎，720哦。不是，是我下午没调，下午大爱时代吃鸡而已。我想说，我1080竟然可以耶，然后就想一想，哎，这边看一下是720，害我还刚刚惊喜了一下哦，1080可以哦，没想到这款优化还不错嘛。啊，上升一下。哦，有了，这算是度过一关了，度过一关了，已经算度过一关了，可以了。接下来只要持续稳定接下去啊，我们把建设提高，接下来军队养第三军队，两个驻守，一个往外攻，对，往三个方向，一个挡大汉，一个打刘瑜，然后一个挡公孙度。对，不要卖笑虚，没错。哇，那也笑死我！五元速度集结回合数和使用烟幕，
每季部曲。天下万物复苏。好吧，我们还是一样继续。一席延长。我是想说那个有没有那个啊？维护减低啊？贼潮，这是潮贼吧？为什么是贼潮？这看起来像潮贼。对，比上次恐龙好了。一定要稳啊，不能太赶了、啊，太赶就完蛋了。是潮贼吧？部署惯例，这个我用矿井好了。战斗的应该目前还算 OK 了，其他用的感觉也没有到很高。好，存档一下。后面才一团战乱哦，后面军队要更多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好友，总算跟田凯有好友了。有三，我们也有更多人了。首先，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家族。宫中人物，其他好像没有啊。他上面不是说有很多人来加入效力于我？李蒙、李堪，哦，不是，原来是来造访而已哦。李蒙，我记得好像在《三国志》哪边有看过他。恩智诚恳，能力不足，富有创意，富有耐心，诚实正直。欸，我想要用这个哦，李堪。李蒙不就是董卓的人？还真的欸。可他上面写那个真挚诚恳欸，看来他是因为那个啊，在董卓那边待不下去了，他发现说那边实在是太糟糕了。他曹操的193到194，跑掉了，跑来我这。等一下，我188的已经到现在194了，原来我这边已经用了一两个月以上了，一两年以上了。王朗，大汉。宽大忍让，喂，你的宽大忍让不是让腐败增加的吧？你乐善好施，看起来都不错，为什么就一定要那个腐败加5%？这个好像还算可以。隐秘，对，下一回合吧。他的吕布能不能来找我？他现在在董卓那边吧。而且这个全军破敌，他抓那个武将抓的比三国志还要更难。像我那个昨天太史慈跟徐晃，一个0%一个11%，哇！你精通防御之道，精致度，防御大师，哦，赞哦！看一下。验收粮食生产，最好是优先粮食生产。啊，这事件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平息？继续增加。
存档。先看一下有没有谁。满意度，满意度。好了，那个怀才不遇的总算好消耗掉了。他再这样怀才不遇，我真的要直接把他 K 下去。卧龙好像是207出来吧？卧龙啊， 207出来、欸。而且他这个他剧本只到群雄割据，有那个诸葛亮那个吗？赤壁之战事件啊，有吗？很难想象哎、欸。悉听尊便，有点难想象这在新野真的有、哦。那这样他剧本虽然只到群雄割据，然后跳到八王之乱，不讨喜，但我们必须休战了。这其实还算不错哎、欸，他后面很多角色事件都有继续。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跟我议和？我才不要嘞！真是无礼。在新野，我感觉这个全军破敌，军师好像没什么用吧？大致上都是将武将比较有用。需求需求要查啊，等一下查啊，哪里有查？我看不到查。有人可以告诉我那边有查吗？我昨天完全没有跟他查。好。军事好像可以削弱敌军部队或是将领的作战效能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看起来好像还算可以吼。哎、欸，投入，公孙胥升等，啊，智谋还算不错啊。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我们这部军队里面谁智谋最高。专精地单位，还要继承人。也可以为友军布阵，不错吧？你又来，他到底要怎样？这个董卓他到底要怎样？好牛，吵你个头啊！他一直老是要我成为他的从属、欸，如你所愿。他几乎每三四个月就直接跑来问一次，说那个，请问要成为我的从属吗？吵你个头啊！吵。真的是超不耐，超不厌其烦，一定要把我压下去就对，他一定要把我拉下去。这边就只有赵云满意度是绿色。幽州小行程，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那个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除非又来一个事件，不然的话我其实是可以。好，粮食生产。不要跟我说等一下要来断粮，蝗灾啊！然后我发现我就真的要再去求蝗灾一次扣10。军师好像是唯一可以招募投石机的角色，
让我想到好像诸葛亮，诸葛亮他不是有发明，以前玩三国志七啊，都一定要用主君，那时候我都要用诸葛亮，然后就请他说那个、啊、军师拜托帮我生产一下那个装备。刘备，你们多年前一同在大儒卢植的门下学，你们就坚定的朋友。哎、欸，刘备出现了，那 YCT 不知道他现在在吗？他那个想要问的刘备，他现在出现。耶、欸，刘备起义了，新增同伴，新增那个盟友了。好、哦，叫公孙渡。在公孙渡是举，现在应该可以跟他议和了吧？也是，别了吧。再用什么？一交换粮食。加 2.5。就交给你一好了。反正交十回合嘛，然后又被灭了。不是吧？我要被灭了？不是我要被灭了吧？有利因素，一点十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再挡他了。希望不要跟我说他要跟我切断。外交条约，议和。然后我再给你付款，但现在我钱剩800多块，我钱剩800多块，我钱剩800多块。我钱就剩800多。那就持续先这样好了。我钱剩800多。我怎么变这么少啊？我突然间变这么少，好可怕哦！哦好 ，OK OK， 感谢收看，晚安，拜拜，明天激战啊！是啊，莫名其妙没钱，因为我一直应该是我一直提升的关系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看来我。还是要先按兵不动。动员奴隶。好诶、欸。先加一下那个商贸收入。OK。400多变515。好，感谢啊，辛苦了，晚安，拜拜哦，明天再见。增人口300,000，480,000，继续等待中，对，慢慢攻过去啊！这游戏步调就是要慢，就是不能太快，太快会像我那个前天恐龙一样，也被干掉。贸易港，要不然就是打敌人吧。嗯，我要到处去征战啊，征战情况可能会有。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互相停住。韩馥与王匡议和。
寒冬明月，人物俘虏几率。好，去吧。啊啊！到底是？先用这个好了。先撑过去，那五步撑不过去就不行了。看一下，好印象大案宣展，赞赞赞！这样大案就没办法去那个了，没办法来甩我了。哦，赞赞赞赞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样大案就不用，就没办法甩我了。好，外交看一下，公孙度应该跟我点八而已，可以哦。坐下谈谈吧。议和7.4还是一样。喂。就算我觉得就算议和啊，他一样会跟我破，就直接打破契约，然后来 K 我。我是觉得会这样。金奇义军，我至少到目前为止，黄金奇义军还没有来 K 我。幽州税收，多对招募成本，工业收入。征兵市场，人物精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有点双面刃吗？人物成长所在线只要可以加10万，多棒！然后人口成长旁边的全部扣6000，这不感觉就是那个吗？
拿东来补西。这劳工绝对不能用，这劳工绝对不能用。我还不如用国营作坊，那收入工业超多的。补派减十五。好，我决定我要用这个了。哦，国营作坊。十八人，待一回合就可以了。想要活命，就认了吧。他真的每一季每一季都会跑过来。好，开打咯，应该可以打了。大汉他已经跟其他的在打了，应该不会再派兵过来了。员工路谋刺刘宠。二三四五，六百呀！他六百六，他哪来的那个啊？劝降，劝降！看我断你粮！拼死一战！有了，接下来应该不用太害怕后顾之忧。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用断他粮，五回合要他直接交城。总算可以玩这招了。张燕，互不侵犯条约。哎呦，他的势力竟然跟我一样。看一下，发布最后通牒。付款一。要二点，我再给他点钱。我等已达成目的。哇，他直接跑出来打。师出有名，
快哉，快哉！齐心协力，我们将攻无不克。试试看吧。只有消灭你，天下才能太平。看能不能说再一次啊，再一次有那个援兵过来。为什么守备防御状态的工兵刀在前面？欸，好像还好。连 K 就对了，而且敌人还有援军。吕布出现啦！有武将总是最麻烦。单挑，这次我会取得胜利。乖乖受死，从此耳根清净。遭受攻击，仓皇逃窜，三个武将竟然可以把敌人打到直接那个。尽管鼓动如簧之舌，你仍难逃一死。哼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哦，我竟然打赢了！我竟然打赢了，也太厉害了！公孙瓒真的是太猛。不过是自取其辱，你的前途唯有死路一条。射杀敌军，快跑！哈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有三个里面就你最弱。而且葛玄我觉得应该要回来，觉得他应该可能要逃跑。能有何言语？敌军四散。等一下，我这里跑了。是无胆鼠辈。我这里跑了。
弓箭剩下几个？盔弃甲，真懦夫也！公孙瓒多个弃甲，公孙瓒跑掉。三军将士无不恳求你闭嘴安静。我还发现我竟然真的打得赢耶。矢石已尽，无法继续射击了。定哦，用 K 的。浩云还真的是铁卫，你自己讲，然后你自己也跑掉。觉得应该是一直被工兵射的关系。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概六个部队，撑得住吗？速决！一二三四五，剩五个。看你如何言语。敌军仓皇逃窜，快给我回来啊！群懦夫，这一战真的蛮难的。我们都逃跑了。哦，碎。对，继续下去。哦，胜利了，惨胜！哇，惨胜哎！剩下的骑马工兵啊，骑马工兵算是我目前这边最厉害的。惨胜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竟然还可以拉得回来。如果担心那个流鱼他还会再出来，坚韧不拔，本是二九九，战无不胜。发补员，随我来。边一二三四五，那义勇配刀兵竟然还有107，刚刚直接逃走，刚刚直接逃跑。好，继续吧，先存一，快速储存先之后好了。拿起武器，这是我担心的。敌人好像还有，敌人好像还有1000个。Sorry， 我很想派那个岩钢过来，但是岩钢真的不行。拼死一战！讨伐敌军！断粮。关剑雨营，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
现在是1000多。只能忍了。议和 ？No！我才不议和呢！我就快要把这任务打完了，我就是要打你。我等慷慨仁义，你却要拒绝。我就是要打你。103，来，蒙受损耗。不是吧？你血量剩这么一点点。我给他用自动战斗看看。英勇惜败。再打下去就完了。再一次。我军已兵临敌军城下。而敌军仍在做困兽之斗，此战若是牵延日久，则难免落个两败俱伤。若延误战机，待敌军援兵一至，则我军前功尽弃，万事皆休。还是说我要先回去？我先回去，兵起连年，士兵增加一下，因为我看我其实这边才8个部队，还真的是有点少。照理来说，攻城要比那个守城多3倍。我攻城跟守城一样数，比还比较少。妄想打下来，真的不太 OK。我先回去重长记忆。这次我就放过你。战利品，看你。拼死一战。这次。是我们冲过头了，先回去吧。我军将至，快快传，本军有何情报，速速。好，存档。那今天晚上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啦。哦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，这是全军破敌三国，它算是跟三国志14是有点类似的玩法，但是它许多地方比三国志14做得还更好，而且地图还更大。所以我在标题上面打说，这《三国志十四》真正的威力加强版，主要也是光荣应该要多加强一点。好了，那就到这边了。那下礼拜二晚上再继续来这全军破敌三国。OK， 那我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